受到中度台风麦德姆逼近影响，台东富冈渔港船公司公告22、23号台东往兰屿、绿岛的交通船停开，24号再视海象情况再开。不过还是有许多游客要前往绿岛、兰屿。不会啦，气象局没有差那么多啦。他是说礼拜三呢，那我们今天礼拜一今天就回来，应该还好。哎呀、啊，你们准备选择就是台风的时间要去兰屿？时间是早就排好，时间是早就排好，是台风自己来的。等一下台风不会来的，因为我们要去。那万一说遇到台风怎么办？就看着办啊。下去对 ，OK。船公司陆续已加开船班，载运离岛的民众回台，而游客也感受海浪明显的增大。也因为台风的关系，许多游客也都提早回来。浪蛮大的，蛮大的，就是会有比较咬啊。对，有啊，有晕船，有晕船哦。对啊，今天风浪很大，很大哦。对，是哦。目前港口这边也开始准备离岛的防台物品。包括民生用品以及紧急救难物资等等，要运送到离岛，做好防台的准备。东南新闻陈金雄、杨国柱，台东市采访报道。